其实生活不曾对谁慷慨，等他的路牌刚出现又离开。身不由己的不是爱，总有一个声音向你走来，命运早已为你安排精彩。不过是平凡的。 鲜红的饮食怀，再重来。Goodbye， 我曾经的固执的信仰，别回来。Goodbye， 我站在不远处回头望，别再。就好像你那吉他在调上，不是老不在点上，打谁？一天天，哎，干啥呀？这这大姐媳妇啊，没有劲儿啊，合适你娶了，你可拉倒吧，这以后能生儿子，你别后悔。你干啥呢？选房子呀？你看，哎呀，你真行你！哎，晃来，我这发现了，你这给我倒俩爹，你知道吗？我还咋这老大爷呢？你起开刀，别整了，别整，该想个窝吗？ 哎呦，山呐！哎呦，我去，这屋里烟挺大呀！你快点的吧，别整这些鼓捣那玩意儿了，咱就这点时间。哎，马上了！哎，没了。快点的啊！时间不多了，来几个爹，来来，把帘子给我拉起来，来！哎呦我去！ 着没啊？哎呀，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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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还有点烟啊！待一会儿将就将就。哎呀，哎呦我！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这烟能唱得了啊？没事儿啊。哎，都好了吗？来吧，来来来，哎。 这个世界总是充满迷惘，既然我们勇敢，就一起拥抱疯狂。哎，不行，干啥去？停停，一会儿烟就没了，快点！我也受不了了，散散烟，散散烟，这整不了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我也不行了，这容易死里边啊。 这家伙也没个人过来，这咱死里边谁也不知道啊。老全，哎，所长给你安排住这儿了啊。哦，这儿啊原来是个小值班室，啊，挺暖和的，啊，挺好。坐了一天一宿的车，挺累了吧？早点休息啊，明天咱们正式上班。不用不用，我简单收拾一下，马上就可以上岗。行，那锁给你搁这儿了。哎哎。 哎，不行！你等会儿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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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完没完了你们啊！老娘呢，这晚上一宿夜班，今天回家睡个好觉吧，睡不着，就听你们吼一天了，没完没了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说你们瞎嘚嘚啥呀？一天了，邻居的，白天就算了，哎，这天都快黑了，你没完没了了是吗？别，大哥，消消气儿，我们这就结束，马上结束。无地自容，无地自容一天了啊，没脸没皮呀你们啊！哎，你说谁没脸没皮呢？说你呢？咋的？这是公共场合，你以为是你家呀？一群败类！你败类！揍他！不是他老娘们头没热了，揍他！哎，你说挨我腿了？抓你！哎，我抓他！不客气不？哎，别打了！哎，别咬我！哎，你哎呀，干什么呢？来了！哎，来了！快点吧，这老娘们疯了！哎，行了，疯了！行了，干什么呢？扔过去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干啥呀这是？我拿手啊这是！哎，还没走呢，赶紧回家去，这我盯着。行，那我走了啊。哎。 你新来的？啊！他们说你是救助劳改释放犯的。是。那你怎么去抓人去呢？这不归你管啊！哎，你们家里有没有人来领你啊？你可是最后一个了啊！ 我们家老头贼拉要脸，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估计就是把我塞回我妈肚子里去。你爸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你啊？我不是组了个乐队吗？老头也听不懂，然后他就觉得我们就是一群瞎胡闹的混子呗。你不会是玩摇滚的吧？ 怎么着？你懂啊？不懂，就是以前听过一首《什么世界》，挺好听的。哎，那你知道张琪吗？不知道。不过以前我有一个警校刚毕业的弟弟。 听他老唱。这个世界总是充满迷惘，既然我们勇敢，就一起拥抱疯狂。虽然世界总是让人受伤，既然不怕受伤。 那就追逐风的。让你唱，让你好好唱歌。你跟我打架是吧？我费了多大劲说服爸给你买琴，你就这么练是吗？你就这么练，爸妈现在一家一家的给人赔礼道歉呢，你在这挺美的，你怎么回事你？行了，你别打了，你赶紧把他领回家，这大冷天让他吃口热乎。哎，大哥，刚才唱的不算啊，明天我排练。 你过来听啊！谢谢啊！胡广来，你站住！这个世界总是充满迷茫，既然我们勇敢，就一起拥抱疯狂。 其实你看这块，那胖老娘们给我挠的时候够呛了。妈呀，好长一刀！真假的？你别骗我，你哥还没结婚呢。骗你的，真没事啊？没事，这火这老疼，我跟你说可疼了。没事，来，看，真的没事，真没事啊。嘿嘿，你这张啊，你整啥呀？这是世界？哎，这世界还用看谱子？你不抬手就打吗？哎。 这可不一样啊！这我昨天这费尽心思重新编的曲，跟张琪那版些许不一样。哥，你把他跟那歌合一块了？嗯呢？咋样？有点感觉没？还不错啊。行了吧，什么还不错？你有点品味行不行？不胡往来你，你一天能不能整点正经？ 前两天你弄一个什么西洋那个花大姐那个还没弄明白呢，今天跟人这歌合，你要干啥呀你啊？啥花大姐呀？哎呦我去，你这是没文化，真可怕！你别谈了，你给他解释解释。花大姐就是甲壳虫 ，Beatles。嗨，披头士啊，那能不知道吗？不就那披头散发那四个人吗？披头散发四个人，那不就咱们吗？不是咱们四个吗？不是，你不是长头。 咋不是长头发？你看他这是不是长头发？是不是披头士？别闹了，我这就昨天为了编曲一宿都没睡，闹啥闹？一点不认真看谱子。丁，咱俩合一遍，给人俩二货听听。3、2、1，走。我的世界也曾经有真垃圾，还好意思来？ 也曾望向远方，念念不忘。时光匆匆，我的心依然在远方流浪，漂泊在城市安静，等待天亮。这个世界总是充满迷惘，既然我们。 就追逐风的方向。哎，进来。这找来找去啊，我也就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合适，啊，离这个家属区又远，不扰民。 搁哪儿？来，放这儿。啊，来，就在这儿，这儿，搁这儿。好好好。啊，哎哎哎。啊啊。以后，你就坐在这儿听，我站在这儿唱。哈哈哈哈哈！唱。 自打我玩乐队开始，就没有人看好我。这是第一次，有人为我们做点什么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一个人民警察会这么支持我们搞乐队。你也挺让我想不到的。 看着你弹着吉他、唱歌那样子，那平时那个混蛋德行，还真不一样。这人呐，哎，就是要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，这样以后才不会后悔。今后别再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好好唱歌，好好练琴，弄出个模样给他们看看，啊。 都听你，了房租，这也不用操心。胡广来，到，向后站。你的减刑裁定书已经批下来了。是。20多年了，40多岁还不算晚，这个年龄重建人生的也不在少数。新世界就一步之遥。 接下来的日子，你可要挺住。是，必须要挺住。继续。是。胡广来到，归队。是。整理内务，15分钟以后准备就寝。是。真牛掰，广来！太给咱们秦队长脸了。我的减刑啥时候能通过呀？你咋的？估计没指望了你。谁说的？广来这不都给咱打了个样了吗？对呀。对。哎。 咋样？告诉你全大哥了吗？给他打电话了，但他手机关机了。没事儿，咱每个探视日都来看你，风雨无阻，不在这一下。对，不在这一下，放心吧。这老头生前那么爱管闲事，整天絮絮叨叨的，人人见了他都得躲两步。没想到这走了走了，这么多人来送他，值了。可惜啊，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外人。 一个真正的亲人都没有。他老人家这辈子真心诚意的帮了很多人，今天能来的，在他眼里都是亲人。再说了，不是还有你这么个女儿吗？我这个半路杀出来的女儿。 之前既给他添麻烦，好不容易到了报恩的时候，臭老头把我给撂半道上。那个叫吴磊的小子找着了吗？ 正在找，这小子一直在外面东躲西藏的，不敢回家。找着了，告我一声。我的世界也曾经拥有五彩的梦想，也曾望向远方，念念不忘。 时光匆匆，我的心依然在远方流浪，漂泊在城市安静，等待天亮。这个世界总是充满迷惘。有追逐风的方向。 谢谢。哎呦，你啥时候来的？刚到。哎，那我们刚才唱歌你听见没？听见尾巴。没事，一会儿还得唱。来来来，进来。好，走。哎，一会儿还得唱，我们就歇一会儿。哎，喝口水，喝水。哎，唱完了。来，哎，对不起。哎，你不是？ 广州出差的吗？啊，这么快就回来，多老远呢？你知道现在有一种交通工具叫飞机吗？哎，瞧瞧我哥多洋气！嗯，飞机你们坐过没？没有，我也没坐过，我刚下火车。哎，来，给你看样东西，看看，自己打开。你来就来呗，还带礼物。 怎么样，时髦吧？啊，那南方的那些小伙子们都穿这样的衣服，我就在想，你在台上穿上这花衣服，灯光一打，贼拉的显眼啊！给，不是哥，哎，你是不是对摇滚有啥误会啊？你说我穿这个花里胡哨的，我唱摇滚，我还怎么愤怒啊？ 哎，你咋跟人劝个说话？一片好心，你就唱摇滚，干嘛成天愤怒着呀？再说了，你唱摇滚一年四季，就穿个皮衣，这个牛仔裤，还有这个大皮靴，我都不搜了，你试试。那我试试啊！试试。姑奶奶们，别臭美了，都你们了，快上场！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真想象不到他穿会什么样。我跟你说，一会儿。 起哄啊！必须跟我起哄！吓死他！这哪有唱摇滚的穿这么花的？这叫标新立异，知道吧？你让哥几个看看咋样了？你看看啊！哎呦我去！啊！哎呦我！哎，别动啊！就保持这造型，别动啊！操！哥几个，现在。 他像不像纽德华？哎，谁？纽德华，我知道，刘德华。哎，对。啊！下！衬衫老夏了，哥。啥玩意儿衬衫像啊？什么玩意儿？你们，你们，哎呦我去！哎，这是同事借给我的。全大哥，你这哪儿弄的这个啊？坏了啊！我什么牌子这个？你别保护。我不是没见过这东西吗？ 哎呀，哎哥，这不是没几张了，你这不浪费吗？对呀，哎你这给我看拍，好，哎不对，我觉得这儿景不太好，要不到那儿，好也行，好，走，来，你过来，啥玩意儿？说我俩拍，你就一起拍能咋的？你拍，真是，哎，哥你别站这么板着。 放松点，对，放，1、2、3，哇！这是新来的犯人金瑞宝，以后就住在这里，大家都好好相处。那是你的床位。 有事打报告。是。还给他。跟你关系吗？那算哪根葱啊？ 以后你的肉菜也放我盘里，明白吗？凭啥呀？凭我的不让，以后这个地方的规矩得重新定。别惹事儿。没事，我也不太饿。别闹啊！那边看着我们呢。你看他多好，你以后跟他学去。 以后我要是缺只小猴找到你，你不会让我缩头乌龟吧？哎，哥们儿，咱们是一波进来的吧？嗯。哎，你是办啥事进来的？ 抢劫，就是点儿背，我就抢了个超市，当时我都跑了，没逮着我。后来我又回钢厂那边喝酒，喝大了，跟人干仗干起来了，被老头给干翻了。后来才知道，老头是个警察，就因为这事儿把我逮起来了。完了，我就把抢劫的事儿给撂了。要没有这个事儿，我现在还在外边潇洒。 几天就出去了。哎，哪个警察呀？钢厂那边的警察我可都认识。姓全，名好像叫什么什么院，好像全是什么院。哎，退休了，老警察。扑通一下就在我跟前。你刚才说把谁干翻了？咋的？ 那警察是你爹呀！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把他怎么了？我把他杀了。哎！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别打！哎，快住手！别打！别打！住手！谁让你打了？别打！再打谁？别打！别打！别打！干死你！赵普，我没还手。 老实人，哎，刚进来几天呢，就打架斗殴，都给我进去，好好反省几天。赵，抓过来。这也太冲动了，这下老七申请的减刑指定是被取消了。他的几拳打下去，搞不好还会延长刑期呢。广来，这老七呀，都是为了你，他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出去。咱可千万别冲动了啊！青山那瘪犊子爱说啥说啥。 咱就当没听见，那只要出去了，自己慢慢调查呗，行吗？进来吧。唐警官是来的。嗯 能干吗？嗯，你要是怕就直说，我让派出所王所长给你换个工作。不怕，跟我来吧。这是卫生间，你呢？就住这个房间。这屋子我每隔2天就打扫一次，一会儿我给你换个床单被套。 哦，我这儿呢没厨房，你每天可以跟着我吃，或者到街对面的小馆子吃，挂账就行。麻烦你了。没什么麻烦吧？既然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就不要浪费现在的时间去后悔，好好活出个人样吧。来帮忙。 咋进去的呀？一开始是帮我男人运毒，后来我自己也染上瘾了。他嫌我累赘，就把我甩了。等他走了以后，我才发现自己怀上了。我没有经济来源，孕又大，养活不了这个孩子，就把他给卖了。 孩子卖哪儿了，知道吗？出来后找过吗？一直在找，就听说是在云南，再多的就不知道了。那、啊，这是我以前的衣服，你拿去穿吧。一场秋雨一场寒。 谢谢，你弄吧，我出去干活了。哎，那个，你家远不远啊？不远，隔条街就是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问问。没什么好怕的。 胡广来，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出狱了，你可不要功亏一篑啊！这金三儿和戚东升打架，是不是和你有点关系？是因为经常来看你的全警官？队长。 我大哥全党院，全警官，是不是去世了？嗯。这事儿。 和金三可无关啊，他是抢劫入狱的，你可不要胡来，咬紧牙关扛着，不要前功尽弃。 你是不是想替你大哥报仇啊？ 人不是我杀的，但确实也跟我有关系，因为本来那一下是要干我脑袋上的，所以那老头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据我所知，警察没逮着他，跑路了。 是，准备好了吗？到日子了。报告，准备好了。 警官，今天释放的犯人都出来了吗？早就走了，全都走了。今天就一个。史瑞克，我听那边上的人这么叫。年龄？17、18岁，超不过20。想生荒吗？地址？应该就是钢厂后边那大百院吧，具体我也不知道。这人有什么特征？一头红毛，个头1.8米。哦，对了，他有个胎记，在这嘎，像个猩猩似的。 查他放的也行，人不是他杀的，他也没打骗我。我都说了不在这儿吧。这家人就是钢厂的职工，他们一直住在这儿。你要不再帮着给找找？我们这每一位业主的信息都是明确登记在册的，你说的名字我们都查了，租客和业主都没有。这么多年了，有可能搬走，反正肯定不住这儿了。你去别地儿找找。你骑得慢，你不能怪我啊！你快点骑啊！我嘚瑟你！哎，啥东西？ 别跟爸妈说我给你买的啊！我可买，还是我老姐了解我啊！我一直都没舍得买。好吧。谢谢老姐。起开，一身臭汗，臭死了！大夏天你还穿件皮衣服，不怕中暑啊？哎，你给我爱惜点用啊！好不容易托人买的，别出去跟人显摆。 弄坏了不好修。我知道，这么珍贵的礼物，我肯定当宝贝护着。干啥？给你拿着。做好了。虽然世界总是让人受伤，既然不怕受伤，那就追逐风的方向。 吴奶奶，那我先走了，你一定注意身体啊！你们总给我送东西，让你们破费了。没事的，外面冷，你快进去吧，我马上再来看你的。啊，开车慢点啊！哎，再见。回屋吧。你去找小孙，多盯着这边人动静，争取尽快把人找出来。是。 你好，想给你打听个人。你不是这儿的。我以前也住这附近，想问问您认不认识一个叫史瑞克的人？没听说过。那您知不知道有姓史或者叫瑞克的？你看，这家姓史，但是好像没有叫瑞克的。 你自己去问去吧。你们家有叫史瑞克的吗？没有叫史瑞克。 是不是叫史瑞克？谁？哎，不是你干嘛啊？你谁呀？你放开！对不起，认错人了。史瑞克是动画片里的怪物，根本不是个人，好吗？神经病！哎，你干嘛揪人家孩子衣服啊？我要找的人跟他一样。 也染着红头发，右肩膀上还有个胎记。啊，这儿没有这样的人，上别地方去找找去吧，真没有，从来没有过。点菜，扫那桌上的二维码就行。扫啥？二维码。哎，你家刷变没了？这边有。啊？啊，行。光来啊，到。 你干啥去？你站着！站着！你认错人了！我认错啥人了？我认错人了！啥时候出来的？你他妈是人吗你啊？你是不是给我打电话啊？啊？干啥去？你干啥去？你告诉我！哎，哎，媳妇儿啊，哎，我在这儿呢啊！我那啥，我碰着啊，碰我一发小。干啥去？ 不是我俩呀，我俩20来年没见了，啊，他没吃饭，我陪他吃个饭，啊，我一会儿就回去，啊，啊，啊，行，我不喝酒，不喝酒，放心放心，不喝酒不喝酒啊，好了，挂了。你干啥去？啊？进来吃我啊！齐乐，哎，谢谢啊。 你在里头信啥了？你寻思啥呢？你这里头没啥吃的，这出来这有酒有菜的，你干啥不动筷呢？还生我气呢？你别生我气！我跟你说，你进去没多久，我就去看你去了，真去了。那人那块不让进，有规定。我这好紧。 啊，你出来没看他们啊？那他们搬家，你肯定也不知道呗。搬了，就你出事之后，姐没多久就离开钢厂了。哎呀，这事儿反正就是人言可畏嘛。后来咱姐结婚了，啊，完了，带你爸还有他婆家一家人去开发区那边住了。我听说嫁给一个电子元件厂食堂的一个小结巴。 那小结巴二婚，然后带一闺女，那姐进去给人当后妈。那姐结婚的时候我去了，那可热闹了，你人可多了。完我们一大帮热闹了，大家呼啦你。其实你想想。 挺好。那时候你在里头，完了，姐在外头还得照顾那瘫痪的爹，能结个婚，挺不容易。过来，别想太多啊！这玩意儿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经，日子嘛，咋还不能过呀？ 我姐的联系方式，你还有吧？有。等会儿啊，胡芳，我就是给这，我给你找胡芳姐。 打呀！要我给你打呀！那要不明天我陪你去看看去？ 我写下来了。老板，给我拿个笔，拿个纸来。走。哎，老板，你把这点钱你拿着。你干啥？你跟我撕巴啥？嫌少啊？还瞧不起我呀？你拿着，你万一有啥用呢？你晚上有没有落脚地儿啊？ 你要不行的话，就丁丁和建国，你联系过吗？哎呀，这话说这10来年没联系了。前几年我听说那个丁丁好像出国了，建国不知道干啥去了。哎，媳妇儿。 哎，完事了，啊，我这就回去，啊，买了，你放心，我没喝酒，好嘞，哎，电话也有了，你有时候啥事儿你。 你给我打个电话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些傻呵的，你干啥呀你啊？走了。胡广来到你那儿报道了吗？他还没来。那他有没有可能去别的派出所，或者直接去外地啊？不会的，他的户籍在我们这边，必须先到我们这里办理手续。再说他身份证过期很久了，外地去不成的。那行，他一去你那儿报道，你就第一时间通知我，让他在那儿死等我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老板说你这身份证啊过期了，不能在这儿包夜。我身份证呢？ 加10块钱。行。有种再说一遍，小崽子，嚣张过分了啊！你叫啥？咋的？不敢说呀？你打听一下这片有没有我扒不出来的人，别让我找着你。瞅啥呀说？没见过年纪小的地头蛇啊？有个叫史瑞克的女人。 是他吧？是不是？我要找一个叫史瑞克的人，你知道这个人吗？哎呀，我说呢，这一片儿没有我不知道的人。我还真认识这么一个人，原来啊一块打游戏，后来呢技术太烂了，不带他玩了。这个人现在怎么样？跑路了。他办事了？杀个老警察。你看见了？我没看见。 但我几个小兄弟都看见了，不信你去问派出所。据说啊，到现在人还没抓着呢。他真名叫啥？那谁知道？咱们出来混的，谁用真名啊？上个街上个网，真出点啥事儿，就像这种，多不稳。你们不是朋友吗？谁朋友啊？叔，你怎么这么天真吗？咱们在一块儿就是搞搞钱，搞搞事情，谁跟谁挣钱，谁跟他交朋友。 你不是地头蛇吗？你帮我打听打听，能不能找着这个人？这个我真不知道。叔，你可别把我卖了。我不会。原来我大哥挺照顾咱们的，后来呢，他去长宁发了财，我几个兄弟。 想闯一闯，跟过去。我寻思这个史瑞克应该也过去投奔了，但是去没去我不知道，这我都是猜。长宁什么地方？大哥叫什么？500。大哥叫500。可你逗我呢？你250。你这个量啊，含金量太低。你要是卖呢，我顶多给你1万多块钱，怎么样？那你要微信还是咋的？别微信了，现金吧。现金呐，好嘞。好嘞，赶紧买个手机。现在没手机，寸步难行。那叔，你干嘛呀？这儿打钱！哎，别走！别动！别走！别走！啊！走不了！别动！哎，别动！ 兄弟们，冷静一点，别打架。谁呀你？你是他爸呀？我不是他爸。今天你管你爸叫来不好使。我说了别打架。你还跟我扯大屏呢？说几个好家伙！来，来，我看谁不要命挣扎，太危险了，把他放下来，太危险了，出人命的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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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了。 Come on.